样。好，第一个愿望呢，就希望我们在场的所有人，还有所有放在心上，或者是你们心上有我的人，怎么吃怎么喝都不会变胖。这个好重要，这个好重要。第二个愿望呢，就是希望我早日可以找到我心目中的白龙，然后他可以不要梳这个头没有关系，个性像白龙就好了。第三个继续。3、2、1，好，谢谢。